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致富时代，我是主持人廖婕妤。台湾身为美食天堂，饮食相当多元，不管是街边或者是百货公司美食街，都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料理。哪一国的料理最能虏获台湾人的心呢？有网站针对了异国料理做了网络声量调查，发现总是大排长龙的拉面掉出了前三名，反而是韩流带起的炸鸡配啤酒风潮高居网络声量第一。而泰式料理同样备受关注，尤其冬阴功海鲜汤酸酸辣辣特别开胃。此外，美式料理也是台湾民众常见的饮食选择。而我们刚刚看到了韩式炸鸡攻占第一名，这道受欢迎的料理几乎在每一间韩式餐厅都吃得到。台北有一间正宗的韩式餐厅，除了炸鸡之外，人参鸡锅巴粥也很受到欢迎，整只鸡炖到软嫩入味，精华全都留在粥里，锅巴呢则是香酥脆口，有多种吃法。金黄带点微焦的外皮如同被子般覆盖住整只鸡，乍看之下还以为是鸡皮，但它其实是米饭的锅巴。大刀一剪，一整只全鸡藏在里头，乳黄色浓稠的粥保留整只鸡的精华，让人看了口水直流。这是来自韩国道地的人参鸡锅巴粥，白米混合糯米铺在压力锅底部，放入1.2公斤的鲜鸡、红枣、人参、银杏、洋葱等7种食材，和中药汤一起炖煮3小时。压力锅高压炖煮，热气蒸腾，卸压后捞出鸡汁，将粥倒入黑陶锅内，最底层的大片锅巴为鸡汁盖上被子。金黄锅巴酥脆爽口，单吃有米的焦香味，泡进粥里瞬间变软， Q 软滑顺的口感提升整锅粥的层次，整只鸡炖到骨头快化开，软嫩多汁不干柴。我们整道没有加任何的调味料，就是属于小朋友也可以吃，老人家也可以吃。然后那韩国人的主张就是觉得我今天要补身体，就不给身体更多的负担，所以我们的鸡肉上面的皮呀、跟多余的油脂，我们都有把它先去除掉，让它整锅鸡粥是很清淡的。所有食材精华原汁原味保留在粥里，满满胶质，温润营养，米香和鲜味在喉间蔓延。老板光是研发这道就花了1年的时间，因为这个鸡的大小只跟韩国又不一样，所以我们就要重新调整火候啊，然后跟我们每一样食材的比例呀、然后跟它烹煮的时间，所以我们一开始真的不知道煮了多少只鸡，对，就是试到最后才是有这个比较完美的比例。拥有完美比例的还有这道洋酿炸鸡，特调腌酱为鸡肉按摩，腌上半天，吸饱酱汁，裹上粉浆，要入油锅计时4分钟。鸡肉炸到不断冒泡泡，飘出阵阵香气，这还不够，再吃进满满洋酿酱，这可是韩式炸鸡的灵魂所在。咸咸甜甜的酱汁带点辣的尾韵，配上外酥内软的炸鸡，大口咬下超满足。对韩国料理了如指掌的老板娘 Sherry 原来是韩国媳妇，一次机缘下在韩国认识了先生崔恩赫，爱吃美食的两人决定把拥有40年历史的人参鸡锅巴粥代理回台。他就会觉得台湾人很喜欢韩国料理，所以他会觉得说其实他也可以做一些韩国料是有家的感觉，是他或者在台湾的韩国人会吃到会觉得有家的味道的感觉的料理。夫妻俩在韩国学习，用最传统的做法还原最道地的料理，或许是太原汁原味，起初客人还不太能接受。一开始很多客人就会觉得怎么没有味道，就是因为毕竟大家外食煮如果习惯了比较味道比较重的餐点的话，会觉得怎么没有味道，但是他们细细的品尝会发现到有食物的原本的甜味，食物天然的甜味搭配多样化的吃法，反而让鸡粥有更多的变化，让客人吃出乐趣。而正宗在地的还有这道马铃薯猪骨汤，现在还是味增跟月桂叶，把它搅拌均匀。
梅花排骨排扑通扑通跳入大酱汤内洗澡，去除腥味。猪骨和特制酱炖煮一个小时后，加入马铃薯和白菜，再炖上一小时，最后放上韩国的芝麻叶和紫苏粉，提升关键香气。汤头香浓微辣，猪骨肉软嫩不柴，轻轻一拉就骨肉分离，马铃薯松软绵密，一入口就化开。夫妻俩耗时两年研发，克服环境肉质的差异，端出一道又一道韩国家乡味，不仅满足先生的思乡之情，也让台湾人品尝到韩国最道地的传统美食。台湾有很多的新移民在定居台湾之后呢，面临的不适应就是饮食口味，所以这些新移民都自己开餐厅来满足自己的思乡味。来自泰国的 Lisa 20年前嫁来台湾，语言不通，就是靠着厨艺交朋友。她的好手艺更让她在市府的厨艺竞赛中拿下了荣耀。可以进来，没关系的。穿梭招呼要客人别怕镜头。 Lisa 来台20年，泰国强龙城地头蛇全靠经典料理。炒面类都要炒蛋才会香，海鲜炒妈妈泡面最方便的泰菜入门。海参七分熟，放菜进去炒半熟，炒完半熟再倒面进去炒。 Lisa 一口说一边做，完全同步。她不懂 SOP， 但她的厨房跟料理作业模式却很精准。都是在这里的在这里不用写什么谱，什么不用写，都是在脑里面的。辣虾膏，舀一匙辣虾膏，清水变红就是汤底，再加泰国香料三宝、南姜柠檬叶香茅、酸辣汤入魂。海鲜不要煮太久，老了不好吃。这个是鱼露，调咸度，咸酸甜辣依比例调，最后倒点奶水。泰料代表菜，这一次不讲正统，而是追求在地化。我看台湾的客人都喜欢吃蔬菜类，我们的配合也，客人每道菜都有蔬菜，我没有放了，客人会说什么没有菜。这一碗台味泰式酸辣汤加了很多高丽菜跟番茄，看了怪，但吃起来顺，无需磨合，一口就爱，应控者大推。海味鲜，蔬果香浓，吃了有饱足。冬阴汤泰文叫混合主料，取名相当精妙。酱料跟泰国一样，但是说因为我在台湾我买不到打泡液，我在用九层塔代替。啊，有的改了打泡液来炒给客人，他说味道怪怪，是不是习惯？主随客变 ，Lisa 随性悠游，台泰口味。这个打泡酱我自己调制做的，炒出来味道都一样，因为固定每一个都是一时的酱。锅里翻翻炒炒，打泡猪很吃炒工，黑毛猪绞肉香，洋葱甜，九层塔心，豆子脆，辣椒呛，风味有层次的沿锅边霍气释放，这香味等级很高。摆盘配色更是上乘，半熟太阳蛋配口感松硬的泰国米，打泡猪又咸香够味，下饭超刷脆，是身材最大敌人。这是 Lisa 泰国东北家乡美味，也是异乡落地生根的最大工程。一开始啊，天气冷，吃不习惯，然后讲话也不会讲，我先会台语哦。Lisa 29岁嫁来台湾，新嫁娘的喜悦被新移民的适应困难冲淡，吃成了百忧解。我去比三次，第一次没有得奖，比较重口味啦，可能那个评审他是太辣太重了。可是我们都没关系的，去玩玩而已，这样子。第二是第二名，那这个是第三，是第一名。三度参加市府文化交流厨艺竞赛，名次倒吃甘蔗。当时 Lisa 年轻羞涩，但也知道夺奖是加持，一步步串起开店机缘。双连街有一个越南料理，我每天来跟他买牛肉河粉汤。他说他要回越南了，然后我说这家店呢，他说收起来。后来我说，我跟你顶浪哦。新移民交棒， Lisa 店开了，但前半年一个人太累，就算请人也有波折。请两个越南，请到不合法，我也不懂他不合法，因为他拿假证件给我，突然那个移民署来抓我，那个脚软了怎么办？每天在家哭发愁，因为 Lisa 的外籍身份让她创业前期是一般人的
两倍难。Lisa 做的泰料本来是帮自己在异乡生活，后来竟发展到赚钱生存，环境磨练出她的韧性。之前呢、啊，比较单纯嘛，但是现在你讲来，我会听你，但是你也要听我。你不是说我是外籍，然后你要来欺负我，但慢慢顺，现在都顺了。Lisa 开店八年了，这一家泰料陈设像早餐店，装潢有泰国味，供应大分量简餐，所有用料都是泰国原装进口，来台和在地口味调和，不坚持一成不变。Lisa 对经营自有定见，就像她不拿台湾身份，每半年都得回泰国，说回去了也住不了，台湾什么都好，毕竟可以抚慰她乡愁的一物一味，她全在台复制，也欢迎大家体验她的泰国家常。台北信义区是外商聚集的地方，汉堡店相当的受到欢迎，在这儿有店家推出特殊口味牛骨髓奶油汉堡来吸引目光。汉堡肉的肥瘦比是2:8，新鲜现煎，牛香四溢。创办人徐佩元，他出身连锁早餐店二代，用他的风格走出跟爸爸不一样的路。徐佩元做汉堡从容自信，其实他根本不是实作派。因为我们是100%的那个牛排肉馅饺，所以我们会希望里头不要做到100%的全熟，因为全熟的话，所有的肉汁跟肉香它可能就会都流掉。每30秒翻一次的话，它的肉汁的饱满度应该是最好的。执行长被随堂考，徐佩元说刚刚才知道要煎汉堡，他不一定守 SOP， 但满腹汉堡学术经纶肯定是第一。开放厨房的原因就是因为希望把这个香气跟这个声音带给客人的。哇，香啊！肉的鲜味怎么来？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脂味。那研究以后发现，单纯的牛肉加上焦糖洋葱，还有一点点在炒洋葱的时候放上去的八角。徐佩元在北欧念研究所，出国前连煮水饺都不太会，现在说的一口好味道，是因为当地六倍物价让他必须自学料理。吃到自己做的第一汉堡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好吃哦，原来汉堡的学问这么大，因为它不是只是把东西叠在一起一个三明治，也就是你怎么样在排列的组合一起咬下去的时候会蹦出一个新的滋味，我觉得那个是汉堡的魅力跟它的灵魂。很好吃，再吃一口。汉堡要无敌，唯一黄金条件就是 N 种精选食材组合，香气美味无限大，肉料等级高，选美牛原块肉，肥瘦2:8，要嚼两次，精准比例捏制分量，压出一点空气，又不能太大力过于密实，否则口感会逊掉。灵魂主体搞定，包夹培根、生菜、番茄，经典 BLT 外，烟熏甜椒，刷酱撒粉，最后用刀豪迈的把辣椒插上汉堡。这卖相够呛，口感也是，辣的后劲强，就算不加 cheese， 还是吃得到层次。先用盐水泡制一天，那让它中间的牛骨髓软化之后，我们才有办法顺利的挖出来。那基本上要40到50只牛骨髓，我们才有办法取出这一点点。花了好大功夫才萃取的牛骨髓精华，锅煮后加香料和奶油，前置好久好久，最后做出这样一小块的牛骨髓奶油，是另一款炫技的汉堡。徐佩元把自己过往口福、读过的食谱、料理的理论，全都异想天开活用了。我觉得苹果它的甜味跟酸度，跟炸鸡的那个油腻感是一个很棒的绝配。苹果加炸鸡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还多了两个东西。其实我们在苹果上面有刷淡淡的咖喱酱，它就会有炸鸡的这个脆感，它就会有这个蜂巢那个粉末的那些甜味再加进去，然后还有一点点淡淡的咖喱，人家日本人常常会做隐藏的风味在它的高汤或者是料理里面。
徐佩元以前在挪威软体公司做全球市场研究，当经理年薪200万。2016被开连锁店的爸爸叫回来，十二代把上一代早餐形态打掉重练，力求超越，深入考究汉堡精致度，扩大到炸鸡、薯条、奶昔、美式料理的丰富度。虽然是做汉堡，但我还是希望有台湾在地的风味在里面。试吃了所有世界上很好吃的汉堡的面包，大概有分几个流派。那我们当时选的是一个法式布里欧的做法。他的美式餐厅有法式手法料理，混合台式饮食文化，面包加地瓜竹炭，每个组合跟选择都有理由。他说自己非科班出身，但好爱汉堡，不那么会煮，那起码要懂，做功课研究，试吃实验。徐佩元32岁开店，不惑之年前做出里程碑。同样是面食，你会选手工拉面还是意大利面？有一间从台中街边店起家的意大利料理，一路向北扩展至各大百货。资深主厨亲自到意大利研习，店内的食材高达90%都是从意大利进口，就是要让客人尽管去不了意大利，在台湾也能有口福，吃到道地的意式口味。今天我们的大虾跟蔬菜料，绿黄白各式蔬菜在热锅中逼出水分，释放甜味，和大虾的鲜，两者气息完美融合。食材先上色之后进烤箱，等待食材进烤箱，再把温度吹进去的同时，就由酱料底登场。爆香料靠大火吹出香气，加入调味料增添风味，炒到色泽微焦。高汤入锅后，随即迎来番茄酱汁及面条的加入，开始慢慢吸收精华。起锅后，透过夹子卷面塑形，如金字塔般的面皮旁摆上偌大虾子、蔬菜，分别点缀，最后以大量起司和撒上巴西里立体堆叠，视觉升级。我们家的食材90%都是从意大利进来，这个像面粉啊，还是意大利面啊，炖饭啊，甚至连盐都是。希望客人吃到的是接近原汁原味的意大利食物，甚至连手工窑烤炉都从意大利进口，有百年历史窑厂工匠铸造，搭配坚持每天现捏面团，现点现做。比例的话，就是照我们自己的配方，跟外面都完全不一样。手压揉捏，看出发酵面皮团的韧性，压出个圆，如舞台般迎接披萨中各式成员登台。调配过的红酱，大把 cheese， 海鲜料色泽气味的堆叠。砖窑超过400度的高温，面皮迅速膨胀，食材随着热气上下跳动，短短90秒快速窑烤，锁住水分。400度高温烤出经典特色豹纹斑。意大利人在吃披萨，有点像台湾人在吃肉燥饭一样的意思，就是他们是很传统食物。那些窑厂啊，其实都是从他们阿昼时代就有了，这可能是传了4代5代的，所以都是百年的窑厂，所以他们在技术上的成熟度会高很多。后内薄酥软又嚼劲，也因为是百年砖窑烤出来，每咀嚼一口都能细品出小麦的甘甜香气，深受老饕喜爱。意大利面口感上带着些许嚼劲，是传统意式做法，酱汁紧紧巴附，每一口都是香浓滋味，搭上大虾肉质，结实鲜甜，满足口欲。老板陈俊毅因为热爱意大利料理，在27岁那年从台中街边店起家，每天会派师傅到意大利去做实习，这样子会把那边比较流行性的东西，或是他们小吃带回来台湾这样。资深主厨亲赴意大利，与在地师傅研习，将道地的南意料理精髓带回。创业历经17个年头，一路向北扩展到各大百货商场里。看似一路顺遂的他，其实也曾在近30岁那年摔了一大跤。刚好又
台中捷运施工，还有商圈的转移，所以变成说人流就变得少很多。最惨的时候就两个员工，就我跟厨师一个而已。我那厨师在我们这边工作17年，所以最辛苦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从两位员工到现在超过200人，是因为陈俊毅在过去的失败中拟出答案，越挫越勇。趁着疫情期间，全台近300家餐厅倒闭潮，他逆势操作，以低成本签长约进驻 A 级战区。因为原则上我们疫情我们没有裁员，对员工还是因为就是把一个员工从零到训到一个熟，其实是时间很漫长，成本也很高啦，所以我还秉持着疫情一定会结束。像我们今年下半年还要整4家店，其实都是叫出名字的商场，都是一级的商场。那就因为前期我们有把这个东西把它做好，这样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就赌疫情结束那天一切就绪就能立刻上战场。如今回头看，当初的苦早已换来甜美果实。其实我一直觉得人的一生都会有2-3次机会，2-3次站在风口上，那你敢不敢上去？其实我一家开店，员工不支持，家人不支持，原则上没有人支持，还是只有我自己支持自己而已。因为可是我知道说这就是机会。如同倒置甘蔗，老板陈俊毅的餐饮路逐渐打开知名度，但在食材料理上依旧秉持不松懈，最接近原汁原味的呈现，让客人感受到他当年爱上意大利料理的那份初心。你有吃过柚子皮做的拉面吗？在桃园有一家拉面店，老板到日本大阪学做柚子拉面，光是制作面条就要花上4个小时，因此是有限量的，每天只卖70碗。同时呢，这还是一间充满野球魂的热血拉面店，一起去尝尝看。接一口完全停不下来，小小拉面店用餐时间高朋满座，一天只卖70碗，限量美味可得靠繁复工序来堆叠。这个我们都已经清洗过了，我把血水洗干净，用猪头大骨熬高汤，煮沸捞起杂质，洋葱、西洋芹、红萝卜、蒜头增加鲜甜度，光是汤头就得熬上16个小时。自制的辣味增精准测量40到45克，加入柴鱼汤、豚骨高汤，搅拌柔和。水要保持干净，然后重点是洗完面之后，再回来锅子里的那个速度要快。面条滚煮15秒，立刻用冷水冲洗，增添 Q 性和筋性。冲回热水，再烫10秒，迅速捞起。除了字面会加柚子皮，那我们面里面我也会吃到日本来的黄金柚子皮。加入日本柚子皮、叉烧、豆芽菜和笋干，辣味增汤头浓郁，香辣而不呛。叉烧肥瘦适中，带有焦香味。面条 Q 弹扎实，散发淡淡的柚子香味。我们大阪的拉面店的面就是黄金柚子面，就是把柚子皮加到面粉里面去，制作柚子面条，然后呈现给客人吃。还有酱油拉面，透过酱油的鲜甜搭配浓醇的汤底，更能带出食材的风味，因为汤头更加浓郁，独特和浓厚的香气瞬间唤醒味蕾。拉面全手工制作，老板直接将一整台制面机搬到店里。日本面粉、小麦粉、蛋黄粉搅拌均匀，特别加入日本黄金柚子皮。不过台湾气候闷热潮湿，得用冰盐水来减缓面团的发酵速度。面团经过机器压合，如同纸张般层层堆叠，光是这个动作就要反复来回9次。面皮由薄变厚，再变薄，越来越光滑细致，最后调整到0.2公分，完美的切面厚度。大片面皮裁切后变成一条条细面，面条细如织线，充满弹性与韧性。光是制面就得花上4个小时。前面再怎么累，花了大概3个小时、4个小时去制面、做面，其实都
都会就会因为面条出来那疗愈那一刹那，就是那种疲惫感就会整个就会消除掉。会愿意将一碗面做到如此精致，正是因为体格壮硕的老板赵志璇从小就喜欢棒球，除了店内满是球星的签名和合照外，也把棒球坚持到底的精神导入他的拉面事业中。我觉得打棒球跟桌面一样，只有两个字，坚持。运动员跟桌面一样要坚持，你没有坚持，你如果你想偷懒，你就会没有很好的成绩，没有很好的成果。坚持求胜的座右铭让赵志璇在人生路上有着无畏的精神。年轻时在学生餐厅担任主厨，努力了十多年却被老板解雇，不过他却没有丧志，将危机化为转机，远赴日本大阪，在一间70年的拉面老店当学徒，从零开始吃尽苦头。有些日文你是很没有学习过的，那可能会做错事情，你就会有一些挫折感。但是这些挫折感，把它往后想，就是说你要来到这个地方是从零开始学习，必须要放下身段。不知心学习，甚至在日本工作一年半，学成后回国开店，不论面粉还是味噌，通通都从日本来，原汁原味呈现日本道地的拉面。起初经营相当辛苦，甚至一天卖不到20碗。为了控制品质，不但限量，更不做外带。而客人长期的支持与回馈，他都犹记在心。一个国中弟弟，他只要来长庚化疗，他一定会进来吃我们家拉面，因为他很喜欢吃拉面，他觉得吃完拉面回去继续化疗，他很有精神。对，然后直到有一天，他的爸爸妈妈打电话来，跟我们说他过世了。一碗面替弟弟带来满满能量，也成为他持续努力的动力。坚持手作，展现日本职人精神，把平凡却不简单的感动，透过食物传递出去。桃园有一家粤式餐厅，老板娘过去是仲介公司的越南翻译，却一直想开店来一解乡愁。不会做菜的她，为了要掌握越南料理的精髓，起初呢还请妈妈当空中飞人，两地飞来台湾教她。她对食材也很讲究，青菜、猪肉都要亲眼看到够新鲜，她才会采买。彩色灯笼带出惠安古城氛围，墙上各式画作及摆设，怎么看都充满越南风情。因为老板娘冯玉英正是越南来的新住民，把家乡的道地气息搬来台，更用一道道料理凝聚同乡在台的思乡情。香茅、红葱、蒜末入锅搅拌，越南料理很注重手工和天然香料，要做道地排骨就不得马虎，经过适当揉捏腌制入味，再放入油锅，盖过排骨的油量能逼出完整酥脆感，直到表层上色即可起锅。越式风味的排骨可以有清爽搭配，米线、生菜配料，一大块排骨覆盖。鱼露是越南料理的精髓，更是老板娘冯玉英精心烹煮调配的，和各式料理的混搭，独特的清爽更能带引出不同食材的风味。另一个比较饱足感的做法则是搭配白饭，同样在清脆生菜佐味下，有鲜香鱼露散发清爽酸香的迷人风味，也能把排骨的咸香平衡调和。我们去他到了门家乡下吃饭，还是一个饭桌的话，我们一定要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盘生菜这样。对，因为生菜搭配那个鱼露很清爽。而讲到越南料理的清爽，更不能少了鲜虾手卷。晶莹剔透、弹性十足的春卷皮以米制成，包入爽口翠绿生菜，加上鲜甜白虾及肉片叠加口感，紧密卷起透明春卷皮，透着内馅色彩丰富的天然食材，光视觉上就激发食欲。而越式春卷有两种做法，越南的炸春卷里面的料理有那个我们的绞肉，
还有芋头、红萝卜，还有冬粉，层次丰富的内馅，通通都要包进春卷皮内，一一定型下锅油炸。洁白外衣经过高温逐渐转色 ，Q 韧的春卷皮也变得酥脆。薄而酥脆的脆耳生勾人食欲，搭配着生菜及蘸酱一起入口，人饱有清爽，没有油炸的腻感，而是多了轻盈爽口清脆感。我亲眼要看到我的菜漂亮新鲜我才买，猪肉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做那个炸春卷，炸春卷我们需要那个绞肉嘛，绞肉每次我们绞了40斤，有时候80斤，但是我坚持要在老板娘旁边看她绞绞肉，而且他觉得你很烦的，每次绞肉在旁边。21年来，只要有开店，就会亲自到市场挑肉买菜，这是他对品质的基本底线，即使再累都不愿妥协。我有很多朋友开了餐厅，跟我讲说，哎，你直接叫那个菜盘，他已经帮你做好了，就菜切好了，洋葱切好，全部做好了，运送过来，你比较省了很多那个能力嘛。后来我觉得还是不用，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去买回来的东西比较新鲜，我自己切我觉得比较安心。为何如此坚持，就得听冯玉英娓娓道出20年前开店卖越南小吃的契机。那个时候中介公司，我在中介公司在上班5年，中介公司缩小那个规模，后来就同事该走走了，该去离开离开，后来觉得还是我自己要想开一家店。拿当翻译的积蓄砸钱开店，但可不是越南人开店同乡就会买单，根本不懂料理的他只好拨了通越洋电话，把妈妈请过来。好了，妈妈说你完全什么都不会煮菜煮饭怎么开店，后来我就拜托妈妈，因为我的梦想是要开店，因为我来台湾的话刚开始要是越南店真的找不到，所以就一直说服妈妈，妈妈愿意来台湾。好了，就飞来飞去，大概在台湾1个月，又飞回去又办那个签证通过的时候又飞回来。因为疫情有限制，冯玉英的妈妈就这样当了大半年的空中飞人，手把手传承故乡料理，让冯玉英对于端上桌的美味很有自信。因为那个时候中立的话，我们是第2家开这家店，对，所以有很多我们的新住民知道我们这边的，而且有妈妈来叫的话，菜一定会好吃。开店不只是因为想念家乡味，更是一圆自己的创业梦。靠着妈妈传授的道地好手艺，台湾客人也越来越多。现在店内越南与台湾老饕各占一半，让母亲的爱透过料理持续蔓延。在淡水有一间隐身在山区的美墨餐厅，菜单有上百道的异国料理，加拿大厨师成了台湾女婿，夫妻俩呢就改造了山上的一栋老宅，卖起拿手菜，口味秉持纯天然，从酱料到面团通通自己做。的植栽包围，隐身在山间的美墨餐厅，装潢摆设融入多元风格，营造随性轻松的氛围。从木头餐桌椅到柜台，全都是老板手作 DIY。色彩缤纷的内墙衬托出料理的丰富性，慢慢让它透明。中间透明面团在老板练手中旋转拉扯，渐渐长大，涂抹上自制的青酱 cheese 遍地开花，铺上紫洋葱、番茄片、熏鲑鱼、奶油乳酪，丰富口感。披萨烤上5分钟，香喷喷出炉，微焦的饼皮外酥内软，蓬松有嚼劲，浓郁的青酱融合鲑鱼的鲜味，在嘴里喷发直冲脑门，搭配紫洋葱、番茄等配料，清爽不腻口。青酱的话是我们会买那种大量的罗勒跟我们台湾的九层塔，这两个味道很像，但是两种结合在一起，然后烫过，然后去做成青酱。我们会放帕玛香，然后再放在那个披萨上面。披萨面团的话，它
比较着重于它非常的龟毛，它一定要就是发2到3天。不止青酱自己做，就连面团也有所坚持。打好的面团得在冰箱发酵3天，口感最好。而口感满分的还有这道墨西哥塔可。这个是我们的手工的烟熏辣椒酱，炖到软嫩的猪腿肉，加入辣椒酱焦糖化，增添脆口感。放上热过的塔可饼皮，生菜、腌洋葱、腌萝卜陆续登场，香菜洒落一片绿，色彩缤纷的塔可，光是视觉就让人心情愉悦。猪肉细致柔软，不干柴，搭配腌菜酸酸甜甜，带点辣椒香气，清爽又开胃。我们是用那个猪的大腿肉啊，然后整颗抹上我们会做自己的香料。那个香料呢，红椒粉啊、黑糖啊，跟一些就是黑胡椒，大概5-6种，然后抹在上面之后，用大火烤箱去焦糖化它外面，所以会脆脆的外面，然后再整个去炖，放那个啤酒，我们会放蛮多啤酒要浸满，然后去炖大概10 hours， 10个小时。Taco 还有脆口吃法，饼皮换成玉米脆饼，酥脆爽口，层次再升级，配上丰富内馅，感受满满墨西哥热情。这个是外带汉堡披萨。仔细确认订单，在厨房忙得不可开交的老板 Leon， 出生在加拿大的美丽小岛，从小和大自然一起长大，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在母亲外婆的耳濡目染下，练就一身好厨艺，曾在不少饭店工作过，因缘际会来到台湾教英文，认识了同样是英文老师的 Emma， 成为台湾女婿，两人一起开店经营餐厅。没有经验的他们起初还不会算成本，开店5年后才发现惨赔。我们有准备钱，但是我们不知道钱会那么快不见，然后我们没有想清楚那个做生意 这部分。个性浪漫的两人结婚24年，拥有3个可爱的儿子，期间餐厅开了分店，工作家庭两头烧，根本难以兼顾。不过原生家庭的创伤让他们知道陪伴孩子的重要。我们到现在都还在讲，就是青少年的时候父母亲怎么样，就是整个家里怎么破碎的啊，然后呀，我觉得那个东西带来的创伤很大。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看在这个小孩子身上，我们觉得我们不要重新犯这个错。为了花更多时间陪小孩，夫妻俩渐渐放下餐厅工作，交给年轻人。不过对于餐点仍严格把关，就连烤鸡翅的酱料都自己做。鸡翅裹上自制的玉米脆粒炸粉，油炸7分钟，4种酱料分锅调味，制造出香气，酸甜咸辣一次满足。鸡翅酥嫩多汁，酱料是灵魂要角，每一种酱料都得花上3个小时制作。我们没有办法就是给别人东西，然后我们自己不相信这个是好吃的。不惜时间成本，自己会吃的东西才敢端给客人享用，这份坚持与用心也让餐厅成为淡水最具代表性的异国料理。台湾人熟悉的羊肉料理大多是羊肉炉，不过在中国，新疆人喜欢串烤吃原味。来自新疆的南琴嫁来台湾后，也把正宗的大漠风味导入台湾。南琴很有野心哦，他说他开的这一家店要成为全台湾最全面的新疆菜，什么都吃得到。正宗羊皮手骨响声清亮，南琴迎宾一人扮起西域乐队。新疆人维吾尔少数民族，他喜欢载歌载舞，所以他们都会自弹自唱。少数民族盛情爱分享，那肯定要美食最有温度。这种小羔羊的肉是最好吃的，它是肥瘦相间。台湾的那个带皮的羊肉炉，它是没有肥的。一个周末，大家三五好友就买个羊腿，因为每个人都会穿羊肉烤，男女都这样的，带上就野外去了。新疆人很会享受，很懂烤肉之趣。台北虽然没有大漠土坑，南琴依旧不失边疆原味。羊肉串的肉也很好吃，客人都说是打遍台湾无敌手，因为外面人不会拿这个给你来穿当羊肉串呀。
这贵啊，这最贵的肉就是它。一羊一乐条拿来串烤，成本高卖价低，是现点的带路菜。南琴说，新疆人烤生肉再撒孜然或椒盐，各有其味，绝不混搭。这是我做的手工面，我们这个从面团揉到巷子程度要3个小时，还没完全醒，还要再，反正很搞刚。在新疆厨艺入门，先学揉面，但只会北方人主食还不够，各省份口味都得懂。大盘鸡它其实是好几个省份的人综合在一起，1980年才出来的一道菜，以前没有。就是说四川人的烧鸡的方法麻辣，陕西人的面，然后青海甘肃那边人又喜欢马铃薯，然后马铃薯这样掺合在一起，然后新疆人的大块肉。这锅会有点辣呢。豪迈用料把新香烧进鸡肉，这是川菜的新疆版本，五湖四海一民通吃。我的面有点软，我都不敢甩，一甩就断掉了。陕西彪彪面无添加，容易断，面幅宽像皮带，成盘就是大盘鸡皮带面。南琴以前台制化卖小分量，但现在完全照新疆原路走，上桌够震撼，饱肚才够看。其实我当初开店的时候，我的宗旨就是我要开一间新疆台湾最全面的新疆菜，所以我要把新疆的该有的啊面饼饭烧烤安排上，这样就好了吧？一个人嘛。对，然后再一个这个羊心，你一个人可以吃这么多？没关系，你人比较少。你今天是准备来大吃特吃的是吧？对，我等很久。一店吃尽新疆，这是馕包肉，口感扎实带酥，沾汤汁刚刚好的油，吃饼不会吞咽困难。红烧羔羊酸香微辣，另一道腊八蒜炒猪柳，发酵过的酸甜味很是惊艳，让人味觉直接归化北方。迎接第一桌客人的时候，是我们的邻居捧场，跟师傅学的就是做笔记，然后录影这样，所以我就左手拿着笔记，右手拿着锅铲啊，原封不动的就把它搬过来，这样子就等于说写功做功课一样的，就是照抄了一遍。虽然没有就是说以前没有做过厨师，但是这些菜也都是我们妈妈的味道嘛，再加上跟师傅学了一下，就是其实大差不差，也不会出太大的错。南琴19岁来台依亲军人爷爷，在高雄眷村嫁给了老同乡，开店前专程回新疆大宴小摊学菜，但长出手秀，区区几道菜花了1.5个小时。当时没信心没底气，送客后第一件事就是简化菜单，没想到半个月后媒体一报他红了，在餐饮界被逼着一戏长大。那我刚开始炒出来，我就觉得不对啊，这个菜的味道不是我要的味道，所以我为了这个酱油啊，为了这个豆瓣酱，出厂的时候就给你就是发甜。南琴来台最吃不惯甜，为了家乡料理完整性，进口食材，但风土搬不动，花了24年适应台湾，身体记忆反而回不去新疆。我天天在这里，新疆的那个气候呀又干燥，然后新疆的水啊温度啊。我们已经不接受了呀，是吧？我回去的时候经常都是第一天到家的时候太干了以后，我就会啊嗓子发炎啦，或者流鼻血啦，或者皮肤起皮呀，那个典型的水土不服。民族情感还是在的，餐厅碗盘都有丝路爱德莱斯花纹，新疆花帽朵巴也好有风情。南琴把新疆能打包的都放在店里头，羊蹄脚、皮毛骨，新疆的一切都好鲜活。你说这个东西拿来去编码吗？它根本编不动啊，那编码一般都是一根细细的棒子一甩就出去了。鞭长莫及北乡，但心永远是近的。16年前，南琴在高雄卖新疆菜，为了儿子，他孟母三迁来台北开店。结果10年过去，儿子没照计划走，倒是他的料理毫无意外，以浓烈滋味站稳首都餐饮圈。好，回到了致富时代，我们要带您到新竹竹北，有一家道地的印度料理，主厨是印度人，来自厨师世家。他从小呢就在各种香料围绕中成长，多年前听朋友介绍说台湾是个很美的岛屿，所以呢就越洋应征了5星级饭店的职位，成功录取。现在他出来创业，带领更多的印度厨师们料理家乡味。One kadai lamb, one cheese naan, one jeera naan, one veg manchurian dry,
主厨 Jasper 铿锵有力念出一道道菜名，厨师们动起来，清一色全是印度籍，要提供道地又美味的料理。This is a cumin, also a bay leaf。香料是印度菜最大特色，混搭入锅翻炒，至独特香气散发。Here's a diced onion, bell pepper。有了缤纷蔬菜下锅，为这道料理带来丰富的脆和甜。炒香过后，一整排自制熬煮的酱料依序加入：洋葱基底酱汁、番茄酱，以及白酱有层次的添加，透过热度与香料完美融合，这道香料鸡肉咖喱可口起锅，另一道奶油鸡肉咖喱准备上场。This is a chicken. It's roasted from the tandoor, so I'm going to keep this one in tandoor.以香料腌制过的鸡肉整齐排列串起，准备进入超过300度的坦都炉。So this will go to tandoor for the roasted. It will take probably like one minute. 鸡肉在高温烘烤锁住肉汁同时，主厨 Jasper 抓紧时间制作咖喱酱汁，以香料番茄与鲜奶油为基底，烹煮过程有着浓郁奶油香气。Ready.For this purpose. 接着把香气四溢的鸡肉通通往热乎乎的锅中放，让两者相结合，酱汁紧紧扒在肉块上，浓郁酱汁又搭配烤饼享用，非常对味。在这里，厨师遵循传统配方调配，反复拍打面团，达到酥皮效果。轻轻一拍，粘上极高温的炉壁，饼皮舞动般随着热气上下跳动，逐渐产生色泽，看起来酥脆诱人。沾着奶油咖喱是印度咖喱的绝配吃法，包着奶油鸡吃更是带给味蕾满足感。蒜香烤饼与香料鸡肉咖喱的组合，更能吃到层层堆叠的香气，仿佛印度之旅就在舌尖展开。要把印度道地美味带来台湾，就是 Jasper 的初衷。When I was in the childhood, basically my family background is belongs like the set.Just to grow up like in a spicy family, so I see the whenever the, my father they come home, the family they cook, so the house of the fully of the spices, they smell. So it makes me sense from there to be want to be like I just said.出身香料世家，父亲又是一位厨师，让他从小就围绕在各式香料中，读过专业餐饮学校，来台湾之前是在非洲担任主厨。One of the, my friend, he was working in Taiwan before, so he invited me here. So that time I think I can just go for like another 1 or 2 years here. But since been after I come here, still like the people, the Taiwan environment, so it make me like a feel to stay longer.5年多前，因为朋友的介绍而知道台湾，他透过电话取得工作机会，陆续到了知名印度餐厅和五星饭店工作。也是在疫情期间，人生有了转折。Then suddenly, you know, there's a spread out like a COVID-19. So then we decide because I know the Vicky, one of those. So we discuss about this plan.So we think about to open the restaurant. 对料理有所坚持的印度主厨碰上了热爱印度菜的台湾好友 Vicky， 也因为 Vicky 兴起，不妨联手合作开设一家印度餐厅的念头，给了 Jasper 大展长才的空间。不只带来印度传统料理，更不断研发新菜色，对于每道料理品质、口味亲自把关。I especially can say that whenever like a cook and if I go to the table to ask them.It makes me feel like when they say, oh, the food is quite good, or like the feel, they feel the taste like at a home. So that makes me feel like I do something more. It makes me really like a happy for me. 34岁的 Jasper 当年带着厨师梦，勇敢飞抵台湾，如今已落脚第6个年头。靠着用心与坚持，要让品尝过的客人都能沉浸在曼妙的香料国度。好吃的印度菜。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致富时代，我是廖婕妤，下次见。